师傅请过目。怎么样，是不是不比你画的差？一个未出阁的女子竟画出和男子如此亲密的画面来，这传出去成何体统？你神经病啊你，我画了半天我不满意，罚你回去重画三尺。师父，你怎么能这样对一个女孩子呢？人家大老远给你送来千年成亲的大人参，明显是因为喜欢你啊，你太不解风情了，这样下去你一定会住孤生的。